大帅，古卓跑了，其中有一人身材瘦小，难道是个女的？不愧是于小姐，真是纤纤弱质，我见犹怜呢。我精心制定了抓捕孤舟的计划，却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毁于一旦。我希望你啊，不要给我一种你在吃醋的错觉。你成不前去了我的战友，他对你动了情。你到底是谁？刺杀江梦涵。如今日本商会勾结大帅向国内运送军火，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江梦涵是其中最重要的要案，我们必须除掉。如果心空了，就用恨意把它填满。情就是我最好的武器。刚刚截获星火会的电报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我要走了，来向你道别。为什么？既想占有我，却又防备我的心意。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你，就让我最后再放肆一次吧。留下。那现在，你是以什么身份留我呢？江梦涵。这么刺激的吗？更刺激的还在后面。督军到底在背后做了些什么？小心！秦焕，他要有什么闪失，我就用你们给他陪葬。只要你能安然无恙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。你的爱来得太晚了。